家好，我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点小故事，关于我自己的一点故事。因为你们大家知道吗？中午生涯是整个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当然，我也度过非常好的时光。虽然说是在一间女校度过，但是我有非常多的回忆，让满满的回忆都溢出了格子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在中午生涯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，让以后的自己也可以看到。我和我的朋友呢，就一起举办了一个这样子的活动。我们班35位女生，每一个人为自己录了一个影片，给10年后的自己。10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一晃应该就会很快就过去了。中学生涯5年也是这样，从初一开始我们进去，一直到出来。说10年真的不长不短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利用这个一个小动作，然后给大家留下更好的美会，给10年的自己看到10年后的10年之前的自己为他们录了什么话。